一起拍一张照片。来。哎呦，不要嘞，这张拍到我不好看，再来再来。宝贝宝贝，帮我拍照。好好。嗯。来。哎，等一下，镜头转前面。啊了，对了。是的。啊，这样子。等一下。高一点，高一点，正一点，斜下一点 ，OK 了 ，OK， 嗯。哇啦，拍到很肥耶！再拍过。哎呦。哎呀，万青啊，脚不要犯冰啊！怎么了？因为我今天来。来什么？来啦！来什么？哎呀，我身上流血。不要，我头发很乱，拍过。哎呦，很乱，来。等一下，啊，怎么你穿到这样？可是我不管，快点上去换一个新的。OK 咯。张叔走。一二三，换一个 pose。一再来一张。一大勇，我跟你讲啊，上一次你不要跟我讲你很多坏话哦。是啊，那天 Dennis 也是跟我讲上镜讲我坏话，想不到上镜是这样的人咯，平时在我面前嬉皮笑脸，结果在我背后捅我一刀，咦，他很假咯。大勇，刚认识你们也在这边啊？啊，是啊，哎，这样巧的哦。Dennis 有跟你们一起来吗？没有哦，怎么嘞？那一天哦 ，Dennis 哦，他在旁侧那边讲我坏话。哎，是啊 ，Dennis 也是在我面前讲你坏话嘞。是啊。想不到他是这样的人呢，我一直以来都很相信他的。是啊，真的想不到哦，他很虚伪嘞。有变肥了咯，你那里会肥？哎，谁讲不会肥？你懂我以前啊，我的脸哈是那种尖尖的，有 V shape 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啊都是肉啊，都是肉。你看我的脸圆去整个啊，这边肉又多了几块啊，我的肚腩也是多了几块肉，你懂吗？你以为只有你有肚腩没？哎，我也是有啦。可是你看过去很瘦啊。哎，你不要看我这样瘦瘦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有很多层肉的。腿还是很细啊，看过去。你跟我讲这个叫细啊？哎，你看我这样坐下来，整个肥肉都挤出来了啊，哪里会细？你这个叫肥？叫我这个是什么？你看多了几块肉，你自己看。开心嘿，嗯，怎么不开心呢？跟我讲，懂哦，就不开心啊。不开心一定有原因的嘛。没有原因，你就不懂怎么不开心哦。是不是工作很烦？不是。关于我的？不是。如果是关于我的，你要跟我讲。都跟你讲不是了，一直问。这样你是什么不开心呢？都跟你讲没有什么原因啊，我就不懂怎么我不开心，你就一直问。哎，为什么没有衣服穿的？爱你，宠你，疼你，想你，抱你，亲你，吻你，娶你，愿不愿意？